司令员，二零三，我们已经把这个联络图内容啊绘出来了。图上标识的呢是牡丹江地区潜伏的敌特位置、行动代号和主要人员代号。哦，这图可是个宝贝啊！你们看啊，图上标识的一号冰坨，他应该是行动队的主管，同时呢，这个老板白衣还有 cos， 应该隶属于冰坨指挥的部下。这么严重，看来牡丹江。 时刻都有危险啊！司令员，您再看看这个，这个也是从于总忙身上搜出来的。胆大妄为！ 二零三，是，你们怎么看？我的想法就是，不动声色，将计就计。而且我觉得目前的牡丹江，孕育着极大的危机。就在我刚刚回来的路上，我看到奶头山的悍匪郑三炮。在街上看见了郑三炮？没错。我们齐齐万奶头山之后，进行了一次失手的排查。 确实没有找到郑三炮跟蝴蝶迷的尸首，而且就在我们庆功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我们的小分队遭受了一次小规模的袭击。当时我们就认定，应该是郑三炮跟蝴蝶迷所为。就是说，他们是想来捷走徐大马帮的。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二零三，牡丹江的事儿先交给戚部长，你集中精力准备攻打威虎山，要想尽一切办法拿下威虎山。是。哎呀，三爷，平时这物件搁在这儿啊，不太显眼，这近距离一看，这做工可真讲究。 是咱爷爷辈留下来的吧？哎呦，梁大爷，这回你可说对了，这物件啊，乃身世非凡，哼，那是李鸿章李大人送给咱爷爷的。哟，殷先生，您知道的可真多。哼，除了二大爷，威虎山那点老事儿。 也就我和三爷能说道说道。是殷先生，头头。查仙还没消息啊？没有。这都20来天了，你走毛干啥呢？是不是栽了？嘿，三爷，我觉得这老四啊，恐怕是。 找不着联络图，没脸回山上见您吧。胡天坤给我来信了，让马锡山和地下先遣军攻打牡丹江。这先遣图会不会已经落在大锅盔这帮人手里了？这简单，三爷，殷先生那么聪明，让他给您算一卦。 不就知道了吗？是吧，殷先生？你赶紧擦你的。要不，咱派人下山去摸摸。咋摸呀？摸哪儿啊？先到牡丹江去探探风声啊！这侯殿坤不是让咱们借机打夹皮沟吗？他们去打牡丹江。 那咱们也得把牡丹江的情况摸清楚了，再借机行事。你想，那共军要是不把那小分队调回牡丹江，那咱们去打夹皮沟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就得手吧？这弄不好，你担心的是他们骗咱们单独行动，然后让共军吃了咱们。 人心隔肚皮呀，多个心眼儿，总没什么坏处吧？
差钱不在，谁去合适啊？凉台当然是不二人选呐！哎，翻舵的，为什么是我去呀？那儿你的熟麦子多呀，打探消息方便呢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一直惦记你那大舞台吗？正好顺便回去看看。 老三说的言之有理，那你就跑一趟吧，啊！三爷，可我要是有了消息，怎么通是大家伙啊？俺老崔的威虎山要啥有啥，就是没有电报机。就算是有电报机，有人会用吗？就算有人会用，咱们能托底吗？所以呀。 凉台一旦有了消息，就赶紧回来通报三爷呀！哟，翻舵的，你这是背着罗锅说话腰不疼啊？这来回多少路程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我是孙大圣啊？一个跟斗10万8000里就能飞回来了？嘿呦，你不是有跑原厂子的童子功吗？这点，你们今天就出发吧啊！你和老六带俩崽子，牡丹江城南。 有意思啊！没什么意思，欠账还钱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钱没有，命倒是有一条。你吓唬吓唬小伙子也就罢了，吓唬我，门都没有！你看见了吧？今天要是不把钱给留着，把你们俩的命给留着。咋的呀？老规矩。 老规矩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啊！奶奶，饶命！敢跟姑奶奶我扯犊子！ 错了，大掌柜的，兜里有大子吗？哎呦，有，都给你，来，都。谢了啊！不用，不用。齐部长，这段时间提审徐大马棒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？ 这许大马棒啊，是死硬到底。他对所犯的罪行是供认不讳，但是一问到坐山雕侯殿坤等人情况，他什么都不讲。他还指望丢一名帮他渡过松花江呢。许大马棒，恶贯满盈，民愤极大。这些天，前来请愿要求处死许大马棒的群众络绎不绝，而且情绪激愤。群众的这种心情。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司令员，那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置徐大马吗？上级局里不仅是他，凡是对党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都要进行审判，给人民一个交代。司令员，简报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司令员，是这样的，我在街上偶遇郑三炮，我心中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而这种预感，现在是越来越强烈。
明白了。徐部长，通知陈北监狱的同志，要加强警戒，不许出任何意外。必要的时候，可以从团里派人参加这次任务。同时，要根据联络头破译的情况，逐一展开排查。是。司令员，如果您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想去老二团看看我之前的战友，还要替子荣同志和我姐看看红孩儿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蒋参谋，团长，有什么新任务？刚刚得到消息，奶头山的悍匪郑三炮和蝴蝶迷已经到了牡丹江。田副司令和齐部长要求我们务必要加强城北监狱的警戒，以防万一。那让咱们怎么配合呢？从我们团直接派两个班过去。好的，那我亲自通知下去。好。什么事儿笑得这么开心啊？啊，二零三，是你呀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真是恭喜你啊，出师顺利，捷报频传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大家伙听说你们把奶头山给剿灭了，不知道有多高兴呢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啊！哎，咱们的小分队啊，那真是创造了奇迹。行了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啊？哎，这次回来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啊？这次回来没什么特殊任务，就是进行一些药物的补给。而且呢，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看看那些老战友们，还有顺便替子荣同志向红孩要封信。哎，这个好办，走，我带您见他。走走。啊，子荣同志还让我好好谢谢您，谢谢您帮他照顾红孩，教他读书，教他写字。谢是吧？这都是应该的，那是咱的下一代应该好好培养。是，走好。红孩儿，蒋叔叔，你回来了啊！哎，你看看谁回来了？哎，臭小子！舅舅！哎呦，可见着你喽，臭小子！让舅舅好好看看，告诉舅舅最近过得怎么样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就行。瞅什么呢？啊？杨爸爸和菊妈妈回来了没啊？哎呦，我说你小子啊！舅舅一个人在这儿，你还不够啊？那么贪心啊？那么贪心，那么贪心啊你！参谋长，你先待着。好，王团长让我下去传达个任务。行啊，红孩儿，今天晚上叔叔可能会回来晚，你自己就先睡啊。嗯，知道了。行，您先忙。哎，王凯，上来。舅舅问你几句话啊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啊？好。好啊，那就行。田排长，田排长，到。小参谋，王团长指示，让咱们出两个班的战士，速到城北监狱，加强对徐大本帮的看守。是，什么时候出发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是。三炮，
啊，这儿倒像个人住的地方啊。嗯。哎，大小姐，那上面几个字写的啥呀？妈的！老娘我13岁就会抽大烟，15岁就学会打双枪了，就他妈忘记学认字了。你还问我？我说大小姐，你要是不说话呀，老像个识字的人了。少他妈废话，进去问问。住什么样的房呀？把最好的房给我啊。要几间？两间。两间上好房，里头请。慌张啊！刚进来两个老客，你猜他们是谁？谁啊？蝴蝶迷和郑三炮。你没有看错？绝对没看错。太好了！我正愁找不着他们呢。不是，这个奶头山的人已经被共产党给歼灭了。他们来这儿干嘛？他们俩这次来要劫狱九曲大马帮。不是，他俩吃豹子胆了，就俩人来劫狱，不还有你我吗？我们凭什么帮他们？哎呀，他们这次行动计划肯定会把军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这样就可以掩护他们先遣队的行动事实。现在的牡丹江是越乱越好啊，逼着军区把他们的小分队从夹皮沟调过来，这样威虎山的人就可以顺利的杀过去，来吞噬他们的土改成果。暂且无说，快走吧。等等，带我去见他们。现在来，喝口热水。谁呀？我是这儿的店家。什么事儿啊？郑爷，许夫人，我们开门说话。谁跟你是自己人呢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夫人，门口有一个人想见你。什么人？能帮助你把许爷从监狱里边抢出来的人。人在哪儿？就在外边。稍等，稍等。
花是我们这个班子的招牌呀，一向是压大轴的角儿。那杨玉斌呢，他就是个刚开皮子没多久的厨。张班主，我可是没办法了，那司仪太点名要看杨玉斌的全本锁定了，换人换戏我都是没办法。今儿是他包了场，他带着当兵的，我敢不从吗？你说，赶紧给杨玉斌办上。今天我都听见了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哎，杨老板，您坐。四姨太看得好开心呢，以后啊，有你们好日子过。慢点，杨老板，烫。师哥，这几年你去，你的脸。这可不是在化妆。不过我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二哥，咋的？还想继续唱一出啊？走吧，走。就是这儿了吧？阿三家的，到了。就是这儿了。四海旅店。各位爷，这个炕已经烧热了，里边请。把外面的马车给我卸了，把马给我喂了。一会儿给你上。大姐，来了几个住店的，咋看着眼熟呢？一会儿赏你银子啊！哎，得嘞，快去。哎哎。是无巧不成书啊！哎，你干啥呢？干什么呀？不认识了？嗯，你谁呀？我没空跟你藏猫猫。都说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，我看你倒还是那股擂鼓战金山的气势，真是可敬可佩呀！少他妈给我废话！什么鸡鸭压个鸡的，你到底是谁？我，嗯，这胡子是假的？什么檀香真的假的？你到底谁？真是服了你们俩了，就这眼神还玩阴呢？我是威虎山二当家醉花，吓死你！威虎山的那个出场戏的是吧？你是来看我热闹的吧？瞧你说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？
你说，威虎山也来人了？我听得真真切切，说他们和蝴蝶迷、郑三炮还是老相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听说是来帮蝴蝶迷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威虎山向来是消息闭塞，他怎么会知道蝴蝶迷要来解救许大马帮的事呢？对呀，再说了，做山雕那是无利不起早的人，这次怎么会这么仗义？依我看，这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。不管他们了，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不断制造牡丹江地区的混乱。从大局来看，只要能为我所用的人都来者不拒。至于蝴蝶迷和郑三炮，他们的意图是要到牡丹江劫狱，正好我们就帮他一把，利用劫狱这个事件吸引对手的注意力，然后我们顺利成事。我要让共产党一步步走进我设计好的圈套。根据您的指示，这些天我还联络了潜伏在牡丹江周边的一些地下先遣军，你比如说城北监狱的燕排长，德城皮货行的邱掌柜，花二桥胭脂铺的乔掌柜，牡丹江铁路的游段长，还有明鹤堂药店的老板李老疙瘩和他的坐堂医师周先生。对了，还有隐退江湖多年，江湖四大炮手之一的野狼豪狼占山。好，牡丹江地区当年的特工精英从今天起就要全部苏醒了。通知诸位，让大家重振雄风，再战宏图，以实现我等称霸东北的夙愿。是。二零三，你们需要的药品都备齐了，已经都在那儿了，但是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器械，还要再等两天。太好了，多谢白院长对我们小分队的支持。这样，那些药品我们先拿回去，医疗器械过几天再派人来拿。好。哎，二零三，我们也可以派人给你们送过去啊。你们小分队现在驻扎在哪里？孔副院长，我不是提醒过您吗？这是军事秘密，不能打听，不能说。哦，对对对，军事秘密，你看我这记性真是的。那行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你们就一路平安，我就先忙去了。走，我送送你们。白院长，这个孔副院长总是打听我们小分队的事儿，他也太热心了吧？热心不好啊，不要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瞎说。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在外边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互相照顾。上马吧，我看着你们走。回去，回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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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安全啊。白二同志，刚刚你的那句话说的可真是实话。上马了。镇压土匪！枪毙许大马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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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镇压土匪！镇压土匪！枪毙许大马帮！枪毙许大马帮！我们要求枪毙土匪头子许大马帮。许大马帮带领土匪，光天化日之下进入我的店中，把我的皮货抢劫一空，血债血偿。血债。这里的情况有些复杂，我先回到军分区，把这里的情况跟田副司令汇报一下，然后再去追你们。如果说我没有回去，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可能我会在这儿耽误一两天，帮军分区把这里的情况调查清楚。你按时间回到夹皮沟，把这里的情况跟子龙同志详细说一下。好，那你回去之前去一下医院，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些医疗器械带回来。放心吧。二零三，当心。你也是。
土匪！镇压土匪！枪毙徐大马豹！撤！枪毙徐大马豹！枪毙徐大马豹！二当家的，你是不是想女人了？你想了没有？想。真想啊？真想。那行，那你站过来，给你看会儿，好好看。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说正经的，你真打算帮胡立民他们抢徐大马吧？帮他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吧，我凭什么帮他？你看你的。再说了，三爷让我下山，又不是来干这事儿的。你都跟人家那么说了，到时候不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老六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就算咱真去了。咱也只是坐山观虎斗，赢了呢，咱就帮着抢；要是风声紧啊，咱就滑。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仗义了吧？你觉得我这么做不仗义？那你去吧。不是啊，我不拦着。想什么呢？义气是跟咱自个儿兄弟说的啊。对，他们是奶头山的。你跟他玩什么仗义啊？疯了吧你！再说了，刚才啊，我听胡天明说了，说是有什么一个姓蒋的参谋，帮他们出了钱买了人，所以啊，还轮不到咱们冲锋陷阵的。就算是实在躲不过去，胡乱放几枪就得了呗。你还真当回事儿呢？就你那不长毛的脑袋，就别胡思乱想了，听我的就行了啊。行了啊，不跟你贫了。三爷啊，让咱下牡丹江来，是来打听风声的。咱不能总在屋里头待着，出去走走吧。行了，啊，二哥今天啊，就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听梁大的，咱走着。走。哎呀。嗯。哎，二点三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有点事儿，向田副司令汇报一下。进来，司令。哎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刚才我在街上的时候，看到一伙群众正在请愿，要求尽快的处死徐大马豹。按道理来说，群众们能有这样的想法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是，有些疑点需要向您详细的汇报一下。说。首先，街上那些群众。看起来不像是老百姓的打扮，还有他们写的横幅，字迹都非常工整，而且用的都是些名贵的丝绸。在这种物资紧缺的情况下，这种名贵的丝绸在牡丹江是非常难找到的。接着说。是。在我回到牡丹江的当天，我就遇到了郑三炮。这两件事情连在一块儿，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就是有一伙破坏分子在故意的制造骚乱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尽快的处死徐大马豹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早不闹事，晚不闹事，偏偏在这个时候闹事？会不会还有其他的目的？
换一个角度，如果咱们是敌特土匪呢？奶头山虽然已经被剿灭了，但是蝴蝶迷和郑三炮还没有被消灭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徐大马旺一直用他非常残酷的杀戮手段，在一般匪徒心中形成对他的畏惧，还有仰慕。只要徐大马旺一天没有死，我相信这些匪徒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徐大马旺救出来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东山再起。好，坐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也许在土匪内部真有人希望徐大马帮早点被处死，因为徐大马帮知道他们的很多秘密，徐大马帮死得越早，他们就越安全。哦，就是说对于徐大马帮，有一伙土匪是想救他们，而另外一伙土匪是想通过咱们的手把他给杀的。真阴险啊。好啊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我们就公开处决徐大马棒，让他们从暗处跳到明处，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彻底消灭他们。好，天父司令，您看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先留一下，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，只有你与他们交过手。等我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，再回去也不迟。是。请接齐部长。齐部长吗？是我呀，我想请你到我这里来一趟。犯人瞎嚷我什么？注意部队纪律。这个老土匪老喊翻身，我折腾我四五回了都。老子今天要翻八回，废什么话，给老翻身。他是土匪，我们可不是土匪。他要想翻身，你就帮帮他，是不是？要翻身啊？赶紧的。哎，要不然你先出去，我帮他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翻身。行吗？嗯。穿林海，
向前，越时间线越向前。